我是 Paula。嗨，我是莹莹。哎，我们今天干嘛？今天，这是扭蛋吗？这是扭蛋哎！天哪，好久没有去扭蛋了，真的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我们打开来看看好不好？好，粉红色的。哦，好可爱哦！一个小奶瓶，超可爱，这是可以玩哎。这里面端端呢？端端，里面有珍珠哎。这是什么？它里面有五款。可是它这样印黑白的，然后我们又看不懂日语，我怎么知道我们抽到什么？那我们打开来看看吧，可爱哟！哎，你看看这个奶瓶真的超可爱的，还有这个奶嘴，哎，它可以这样倒出来吗？不行哎，它的这个瓶身是硬的，没办法挤。好可爱哟！我们把它打开，哎，我来摇一下，嘿。颜色超疗愈的，真的，这粉色粉红色超可爱，然后里面还有黑黑的珍珠，珍珠草莓牛奶珍珠，自己帮它取一个名字，这样，会，我们把它倒出来，会，我会，我会，会，嘿，我出来了，哎呀，会，哦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鼻涕虫吧？这是鼻涕虫哎。哎、欸，我来摸摸它的珍珠，是硬的吗？它珍珠是硬的哎，好可爱、啊，是小珠珠，小黑珠珠，哎、欸，软软的，哎、欸，扣嘞，有没有？这是硬的哦，再装什么料？好，我们再来开下一个好不好？好，换我来开这个下一个橘色的，它里面是黄色的，然后一样有，有点像那个什么百香果。百香双响炮，哎，我马上打开好了。好啊，它一样瓶身也是硬哦。好，倒出来喽。要大力一点，它真的很难倒。不要。哎，干嘛？为什么？啊，来，快下来。哇，珍珠飞走了。我帮你。百香果，哎，它好冰啊！哎，好好玩哦，真的是鼻涕虫，它有塑胶味，哎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有，而且它珍珠给的很大颗哦，很实在，好疗愈哦。你看这个变成一滩水，换我的绿色，我找点石头。它这瓶身是都刚好有跟那个搭到，是不是？抹茶珍珠，白色的瓶，白色的盖子，然后它，你看这边，它卡住了，黑到这里。我打开给你们看哦，我们刚刚的困扰就是，你看，哦，里面还卡一个珍珠，我要把它弄出来看看。哎呦，哎，抢救珍珠大作战。欸、他很任性，我们用手拉我，强迫他出来。噔噔噔噔，咦，好鼻涕哦！咦，而且它很水耶，其实。扭蛋机扭，哎，它这个都粘在这上面。有了，厉害！果然破了，厉害。换另外一个，好，蓝色的。这应该就是珍珠奶茶了吧？我觉得是哦，不过好像黑一点，好可爱啊！来，交给你，我吗？好，我要把它倒出来了。哦，真的很鼻涕耶！你看、欸，其实他们的颜色做起来都还蛮好看的。算了，好，出来喽！哦，有了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它这个奶瓶真的超可爱的吗？真的超小的，而且这个好好玩哦。哎、欸，如果它可以这样挤的话，会更好玩，超可爱。真的，可惜它是硬的。对，可惜它是硬的。我下次可以去买一个，哎、欸，跟厂商推荐一下，把瓶身做软、哦。对啊，抹茶珍珠，
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抽到的饮料。好，这是草莓牛奶珍珠。草莓牛奶珍珠。这是百香果。百香果珍珠。百香果珍珠。这个是抹茶拿铁。抹茶拿铁珍珠。然后这个是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。好端哟。很甜，这真的来看甜。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很甜。我把它全部混在一起。好，一种饮料的混搭吗？会，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。好多珍珠，珍珠飞出来。哎，保持音调。哦，它不会混合哎，它不会混合，它不会混合。哦，我的珍珠一直乱跑，珍珠要逃命啊！被你这样玩。恐怖啊！耶、yeah, ，我的粉红色都不见了，好可爱。就是我今天偷来去扭到的东西。好啦，那出门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